想睡觉。晚上好。晚安，大家晚安。晚上好。嗨，大家晚安。大家晚上好。现在大家都希望阿迪拉斯了吗？不知道。晚安，塔瓦格德多萨，晚上好。眠。我想睡觉。我QQ 晚安，今天要乖两个小时，谢谢松屋枫叶，看好多成员都穿阿迪达斯的感觉，是吗？我不知道，眠。等我一下。大家晚上好。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原来美玲的晚安是要准备睡觉的意思吗？对，我刚刚没有想睡觉，可是开直播就突然想睡觉了。过敏，直播过敏。よっしゃ。美玲晚安晚安，拿了什么东西？咖啡拿铁。我的三就要给了。正解。咖啡拿铁，因为我想睡觉，所以喝拿铁就不会睡觉，不会睡不着。对，开直播就想睡觉，应该是过敏，过敏。虽然在 IG 留言过了。但是还想再说一次新风格的美丽代账。啊，真的吗？喜欢吗？何飲んでるの？カフェオレ？カフェラテ？カフェラテ。眠いからカフェラテ。これね、美味しい。あ、甘いけど、甘いけどね。谢谢ソンオリウ。对直播过敏。对，过敏。エロミコ、エロション、こんばんは。那是什么口味？冲乳咖啡拿铁，咖啡拿铁。台湾人も何でもちょい甘い説。確かに、確かに。少なめだよね、なんか。そう。在哪买？全茶，全茶买的。美味しい，因为我想睡觉，所以喝咖啡拿铁。タンクさん、次いつ台湾来るの？え、我喜欢这个瓶子吗？对的，奶茶很好喝，我觉得。这么晚喝咖啡，晚上睡得着吗？因为我想睡觉，还要两个小时，不能睡觉，所以我要，对，我要喝咖啡。
初めて台湾に行った時、お茶買ったら甘くて驚いた。あ、でも無糖もちゃんと売ってあるよ。書いてるからちゃんと見てね。私も甘いお茶嫌い。那一点点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怎么办？嗯，没关系，看影片，看 YouTube 没关系，反正明天就什么下午呀、上午、中午都什么，都没有事情，有空睡也没关系。いつだろう？来ないの？本当なら日曜安倍さん見に台湾行く予定だったんだけど、イベント中止になっちゃったんだ。今寝てる。ずる。美服を等等去买来喝好了。真的吗？可是这个有我觉得很甜。甜。今日も2時間？今日も2時間です。ごめんね。嫌だ。私も嫌だ。我看到吗？有本了就一个多久台语。恋だ。無理、眠て。日本人情無比恋無的台湾一定很可怕。对。真的。我等了那么久，我想睡觉。为什么我想睡，这么想睡觉？我不能满足。是你是在哪里看的？眠たい。なんかチーム TP 知らない間にチーム分かれてついていけなくなった。え、でもあんな感じ。なんか AKB でいうチーム A、チーム B、チーム C みたいな感じで、私はチーム C の桜組っていうですね。まあなので、少人数でこれから公演を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ぜひ来てほしいなーなんて思っていますよーって。レイチと同じグループです。レイチも見れるよ、一石二鳥。タンクさん確かレイチ好きでしょ？カフェナティア根本没有。有。我喝カフェナティア我会睡不着。寝てるうちにコメントする。やめ。何？誰が寝てる？あなたが？嫌だ。僕も嫌だ。僕も嫌だ。あれだ。なんだっけ？名前忘れちゃった。欅坂？像头花茶粥炒的，可是我觉得那个好喝。台湾的饮品最好是喝乌冬饮，你也觉得吗？レイチ好きだね。レイチと一緒だよ。レイチも見れます。哇，台中签唱会啊，なるほど。そう、マイオ的眼睛好大。美丽晚上好，晚上好，刚刚喝完了喝酒的，还没，我喝都会再加水，哇！今後チーム TP 日本でもイベントやりたいみたいな記事見たから期待して、できるの？できたら嬉しいな、嬉しい。そんな記事見てないけど、研究生も行けたらいいな。ね、正式メンバーだけじゃなくて。那我要开始慢慢念留言，不然两个小时都没有，话题，所以我要慢慢讲话 ，OK 吗？ミレイちゃん、垢抜けてきたね。嘘、どこら辺が？それは何を見て、どこら辺を見てそう思いましたか？次見えてきた、私嬉しい。じゃあ早く会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ってことで。早く会いに来て。大丈夫で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我们留言也要这样慢慢留言吗？没关系，看你。Only Today の MV で嬉しい、ありがとう。まあ私の気持ちが変わったからって。自分でも
変わったなと実感できるので、そう言ってもらえるとすごく嬉しいです。何？頑張ってよかったなって思います。ってことで、これからも頑張る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ワンサンハー。はい。小三妹妹你好。晚安。为什么要吃羊断句？因为我想慢慢念。初めてミレイちゃんと直接話したファンミの時は、ね、なんでこの子大丈夫かなって、なんでどうしてどうして、なんでなんで、どこら辺が、私のアイスクリーム見た見たけど、あなたが食べたのはバニラ味でしょ、私がおすすめしたのはサトウキビとピスタチオ、でもあなたはバニラ味を食べました。自信なさそうに、やっぱそういうのって出るのかな、出るのか出るのか、でも多分ね、だんだん自信もついてきたと思うので、もっと頑張ります。絶対次、いくいく詐欺しないでね、いくいく詐欺しちゃダメだよ。好有日本广播的感觉有吗？没关系，慢慢讲话，这样讲话我就可以学发音。如果我的发音不好的话，你们提醒我。马有手机快没电了，他在直播吗？我买不到国照，杨兄好可怜。为什么？所以你家没有国照吗？いい顔してるって、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河合一さん、わらわらじゃないからね。気楽に行けるイベントあれば待ってます。そうだね、何があるかな、気楽に行けるってね、なんだろう。でもね、安倍さんがね、もうい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からね。つやまんまんじゃんえ、很有趣、突然觉得好像日本谈话节目的感觉。马黑呀，马黑呀。对，他也在播。今天跟马友一起吃松饼，好吃。Google 翻訳を駆使して、チーム TP のイベント申し込ん、Google 翻訳でやってたんだ、かわいい。そっか、中国語がね、大変だよね。でもミニコンとか多分結構ね、楽しいと思う。まあ、AKB さんにはまだ勝てないし、並ばないけど、まあ、初代感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谈话节目有这么慢吗？我也不知道。这么慢？啊，慢。台北アリーナのチケット取りと当日で燃え尽きた感じでしかない。大変ですよね、大変だよね、チケット取るだけでも。メイリン、ワンサンハオ、ワンサンハオ、ヘイヤー、他手机充电会倒会倒堆什么？
节目结尾念明信片的环环，明信片是什么？中文发音进步好多，耶、yeah! ！开心。ケーキ食べに行く。またヤンションが。小三妹妹跟马友一起跳雪猫叫，好可爱。ありがとう。嬉しい、谢谢你。可爱吗？ファンサもらった、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いえって。でもさ、あんまり私のライブ配信に来たことないよな。你有来过我的直播吗？很少看到你。はい。あ、怎么办？一念完了留言。怎么办？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这样念很有趣。还要讲什么？一回？哎，好少哦，你来好少，很少很少。以后要了，还以后要多，嗯，多一点。来，你要看多一点。马友说他手机充电，充电充到，哦哇哦，怎么办？美玲，我所会想干可爱的还是不懂的，什么意思？想干可爱的还是不懂的？什么什么你的吗？你的你要装可爱吗？嗯，慢慢想要猜答什么？奇怪的你好了。迷你公的啊，真的好啊啦，嬉しい。所以谢谢，哎，很开心，谢谢仓鼠，我也很开心。结果是还特别就回来，哎，我还记得，我还记得，我还记得。哎，谢谢，为什么我也讲谢谢？哎，可是谢谢。変人なんだけど。そう言ってくれると嬉しいね。おはようい、しょおしゃんいしゃ。谢谢メリン。不会、下次へ。你会来吗？你会来吗？你会来吗？苦心め、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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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过。可是呢，下次的我所会，我会等你。美丽干嘛？什么脸？嗨嗨，美丽草莓酱。晚安，大家今天的直播。我要慢慢念留言。你们会想睡觉吗？啊，谢谢追踪我，谢谢追踪我。はい、約束するやった。約束、約束、約束。耶，你会讲日文？我觉得，哎，你会讲日文吗？我一直在等，最后有没有可能加改？希望有加改，我也希望有加改。嬉しいですね。本当に嬉しい。本当に嬉しい。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我不知道多少人会来找我，但是第一次漫步了，我真的很感动。吼吼吼！我要哭了，嘿嘿嘿，嘿嘿嘿。说到这个，我戏剧工艺还像做的，哎，你会来戏了？你要来戏吗？戏，有过的说怎么念？怎么编？怎么什么什么？
確かにね、横の席っていいよね。我可能真的连台湾都来不到。为什么是不让你去过吗？不会，我才刚起床，不会睡。什么什么什么？小三妹妹，IG 照片新风格很美，谢谢啊。可是大家不要忘记，我有写可能。所以没有说一定，没有说绝对，所以有时候会老太妹。那你们喜欢怎么样的我？不要说全部，是对，不要说全部，什么风格？你们喜欢什么风格的我？まだ勉強中です。下手です。下手です。上手。我觉得你的日文很厉害，看得懂，看得懂。加油加油！我可以在直播的时候教你日文，所以一起加油哦！希望快点公布，要不然照顾也啊，原来そうだね，一定出息啊！やった！侧边，ありがとう。じゃあ、我也，那我明天问工作人员有没有加开？我要拜托工作人员，因为香港人来很麻烦，好可怜哦！刚刚公布了，说哪一个嘞？什么来太多要这样？哦，哇哦，好可怜，2个礼拜。それはとってもかわいそう。でもね、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今は家に滞在しとこ。だってさ、怖いじゃん。かかっちゃって会えない方が怖いし。JK キャルガナ？何 JK キャルガナって何？シャオサンラーメン。JK キャル？ギャルってこと？我所会可能是那个风格吗？不知道。喜欢美玲甜甜的笑啊！红豆泥真的吗？谢谢。一定要选的话，上这个衣服还有多花。不知道。那样的风格吗？是那个吗？8+9吗？嘿。不过，只要是可以离美丽很近的位置都好。是的呢，在前面的第一排啊，第二排，我觉得嘛很好。強制だって好可怜。没关系，下次有机会。有点难过，可是下次有机会。如果现在来台湾，然后你也被转。就比较可怜，比较不行，所以你要，安静，等，在家里，嗨，休息一下。一零九拉美那种感觉，你很会很适合。不要太夸张，都不做啊，太夸，不要啊。他不是太什么，瓜都不做。やった、美丽は晚安。本当に。好，那我会努力多一点那种风格，2020多一点那种风格的哦。对，8+9+3，现在这个发型啊，我特别喜欢。我耳朵的你，嘿，谢谢。那车一诶诶呃呃，啊，那你什么意思呢？单曲不止抽什么？不良少女，なんかさ、さ、なんだっけ、コメントでさ、なんか元ヤンって書かれてたんだけど、元ヤンじゃないし、元ヤンじゃないし、元ヤンじゃないし。没有直播间歌弹掉，真的吗？为什么？虞姬很好，在第300看得很开心。
哎，我也觉得，这是什么？第三排也看得到那个迷你宫的位置，我觉得很好。如果上次去西班牙看到太恐怖的有想到，那你太恐怖的是怎么样的？没有，那边没电了，好可怜哦！直播到没电没有，好可怜。好像也没有手机挂了，好傻眼，好傻眼，没有手机挂。多分ね。あ、こんばんは。大家晚上好。何もね、何もないわ、前髪が。何もないです。はい。眼影的颜色跟草稿的鞋子，那边真的很厉害，对。眼影的颜色，我说小姐，她没回忆。なるほどですね。なるほど。はあ。厉害是客气的说话，直接一句就是可怕。我觉得厉害，嘿，嗨嗨嗨嗨嗨嗨嗨。こんにちは。なんか今天我很奇怪，今天我很奇怪啊！我喝咖啡，所以我应该偏啊，我应该坏掉了。厉害的话，美玲无所谓，那天调整不要不要。大家看到我不喜欢的，看到虽然真的觉得美玲好瘦，就羨ましいって。羨ましいの。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ね。あの、我也觉得太瘦了。可是我也不想胖。まあ、しょうがない。因为我太瘦。对。羨ましくないよ。健康じゃないもん。多分。美丽来台中搭公车。え、对。我这礼拜要去台中，耶！第一次去啊，第二次，可是第二次呢，吃不饭吗？我会吃东西，可是我可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不会吃东西，心情不好的时候一整天都不会吃东西，所以我上次骗瘦3公斤。对，然后可是现在有吃很多，所以我胖回来。但我本来就没有很胖，从小时候到现在比较瘦的身体，可是，所以我没胸部，很难过。迷你宫的时候好像比小巨蛋瘦了，你有感觉吗？ね、だって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很瘦。哎，迷你宫是上次的迷你宫啊，一月。哎，でも小巨蛋啊，对，小巨蛋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变瘦的时候，那时候是平常的我。然后小巨蛋前时候就有遇到很多事情，然后我心情不好，然后我一整天都没吃东西，然后一个礼拜吃太少，所以变瘦3公斤。但我真的是，但我现在胖回了，希望可以超越美玲。台中吗？台中吗？
那你每天去台中就找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去。美玲是不是厂长心情不好，要好好吃饭？没有厂长，最近是还好。之前我厂长会心情不好，可是最近我觉得很好。でも、そう、ちょっとね、最近不太会。なんか、なに、コントロール、コンセイ？怎么念？なんか怎么讲？コンソモ。コントロール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ントロール自体。美玲来台中刷卡超过10公里，最多说是，哎，是什么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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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公车？哎，10元？10元？哇哦！最多说是，哎，什么是台中的？台中的公车吗？そっちかい。はい。原来是这样，辛苦了。嗨，没关系，已经过了很对。美玲是去台中玩吗？对，因为我的，国小的时候的朋友来台湾玩，所以我要跟他一起去台中，还有9分、10分之类的。对，很开心，第一次来我朋友，日本的朋友，很开心。美玲到10点，今天10点半到10点半，可以，哎，对对，吃怎么念？哦，讲，可以，空吃。控制吗？是吗？控制啊，控制，不会讲制，控制自己。对对，啊，对我最近控制自己，所以不太会心情不好。美丽反正只要记得台中搭公车很便宜，哦，我觉得很好。不管到多远都是10元，为什么这么便宜？谢谢送我礼物，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你们，很开心。有想好要去哪里吗？有，全部都去他想去的地方。对，有到那么远哦，因为他想去台中。对，我吓到了，哦，哇，你要去台中哦，好哇，没关系，你只要到台中坐公车，不管搭多远，刷卡都10块钱。原来如此，台湾有很多什么天在玩的玩哦，嗨，哎。好，简单来说，哦，原来如此 ，OK。突然公布的新玩法，那你，高美斯蒂跟歌剧院都不错。哎，我想去歌剧院嘛，想去看看，美玲这样也不错啊，反正，去了，其实算第一次到台中吧，对。对，所以很开心，但只有一天而已，对，一天而已，就一天要回来，不会去哪里。住的台中火车站跟东京车站也很像，可以去看看。谢谢大家的，美丽你有悠悠卡吧？有。刚才第一个小众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地方？有点。想在意，台中好多烤肉要小心哦，不会吃，很累，我很累，
啊，我脖子很酸。谢谢送我礼物。拍 MV 的地方哦，看见夕阳的 MV， 哎，想去，是有一点难去的，地方不多。对对对对对，所以，啊，如果是不会去的话，就下次自己去好了。加六跟我，五百都好好文化，啊。好想吃烤肉，烧肉，当然是要吃比较值得饱的去那么贵的地方住。是，搭公车到上海，好可以去葛聚园。好，我看看。谢谢送我蜂蜜你啊，蜜蜂，啊蜂蜜柠檬水。对，我想跟你啊，我想跟你们说，我还不会，啊，我还会，我蜂蜜吗？蜂蜜，哈奇蜜汁，我每次都会讲蜜蜂，我每次都会讲错，还不会学，我还没有学到，为什么每次都会讲错？好像有一条公车的最后一站就是高美吃的美林吃吃到饱，啊，怎么念？不会念。美林要先走，因为高美真的很远，要去的话不要太晚回家。那感觉有可能是不会去啊，不会去的话就改天去吧。所以谢谢大家的，大家告诉我你们的推荐的地方，蜂蜜采蜜蜂，蜜蜂采蜂蜜，花蒜是什么意思？你们打，我想睡觉了，哼。慢的，我想放音乐。お得の意味。あ、なるほど。SSKR が公園見に行ったみたい。SKR? 想睡觉了、怎么办？我的咖啡拿铁。有机会可以推荐地方，一定要推荐一下。谢谢你们。好，我要去。谢谢辛苦人生送我礼物，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你，辛苦人生。哎，我也这么觉得。我手机更新之后，切日文变方便了。それはよかったね。それはよかったよかった。谢谢冷冰君是吗？送我礼物，梅林台中的柳川公园有。我上次拍想看，可是次是我先要看朋友想去的地方，所以应该我改天去。可是他也感觉会喜欢上那边，所以我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去。离火车站很近哦，是吗？那我觉得可以去看。好吧，发音不错，阿贝桑多人饼哥。为什么他不会念吗？蓮冰くん、こんにちは。也不错。夜市推荐，想去，可是应该夜市不会去，因为我晚上要回家。对，然后
隔一天要去抽分，所以应该不会去。说君的音不好念，原来如此，所以我改天去。如果我改天去饮酒的就好了。哎，这样看起来我的腰子很健。啊，嘞，我觉得自己的牙齿有毒，有毒。打算怎么公车？你是台中人啊？对，你是无聊的话也可以来我们学校。你的学校人品跟的么一的哟？叫人品跟的么一呢？火车站附近还有宮原眼科，很多是啊，对，我应该要去那个宮原眼科，对，因为他想去那边，对，他跟我说想去宮原眼科，所以应该会去啊，不是一定会去。幸运事业，早，谢谢送我礼物，谢谢辛苦人生，清觉哥带你去台中。九分晚上很美哦，哎，对，我也想，可是十分也想去，对，我想晚上的，我想去晚上的，很漂亮。美玲多啊，剪得很好看，你看来我学校也可以，也在火车站附近，虽然没什么特别的，没什么特别的，真的吗？那这样的话，我要那就是跟英爵去吧，吸血鬼，对，我也觉得我是吸血鬼，对，就这个我跟你们讲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啊，你们想听吗？有可能会，不喜欢我，很恐怖的，没有很恐怖，恐ろしい，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哦，靠近火车站。呀，那不错，拍照可以，然后有点贵。想听想听没关系，哈什么想听啊？不是啊，你们不要觉得这是我的牙齿的话题 啊，つまらない話啊，很无聊的事情。我上次回日本的时候，我要日本的朋友，然后我要。五个朋友的嘛，然后两个朋友留学，一个朋友就贵一点，有那个黑黑变黑黑，不是留学。我没有这么一直摇，可是我朋友流血了，两个人流血，然后。我没有很大力，我没有很大力，就是我猜这里的，我用这里的，然后这样，然后他流血，因为那时候很冷嘛，在外面很冷啊，没有吧，没有是这样的流血，是那个啊，内出血，内出血，内出血，所以。内出血ってわかる？可是因为那时候日本很冷，所以应该天气也有关系。然后另外一个朋友隔一天变成这里那个黑黑，黑变黑黑。なんかごめん、それ、他就不喜欢我，所以觉得有点恐怖的事情，我也笑到了。美丽上次去求婚，晚上有拍照吗？我晚上去的是国中2年级的时候，然后，去年去的是中午的时候，因为可是那时候很多日本人，然后有拍照档，没有喜欢的，所以我没有发 IG。你们日本会比我们很冷吗？当然，日本。很冷，因为在那边，在外面那个，息を、ってしたら、这里有那个排排的，会排排的。天气冷的话，难怪，对，因为那时候天气很冷。
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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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了。对，那你要看看。那不是我所会嘛，所以要所会，我都是变成要所会，好好笑。妹妹为什么要摇了？因为我会为什么要了？对不起，なんだろう、なんか楽しい楽しい。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好玩。怖いね。我是真的吸血鬼吗？秋分，还没去过，等你去之后我才去柴田。我已经去了3次，对。可是然后下次就第4次了。我觉得那边的，都氛围气氛我很喜欢。美女啊，来来晚安。美丽我说会一定要让他们变成美丽的，想被咬。为什么大家都想变成那么咬我？为什么大家都想要被咬？好好笑、然后姐姐会觉得这人话怎么怪怪的咬我？啊，谢谢迅哥人送追踪我。等有照片的时候去一样的地方。好，那我要，我会，我要，一定要拍照。对，马来尼曼这边好像有下雪啊，可是福冈没有，但那时候很冷。然后晴天朋友告诉我，晴天的福冈是 minus -1之类的，对，1以下，很冷，太冷了。太冷了吧？其实十分不动时间去，感觉都不一样。我也觉得，我比较喜欢晚上的，可是晚上的有点很难拍照，就是脸会黑黑。陪你，要是狐狸，你就不会转对了。你这西，你这西不离？啊，什么？久しぶり、好久不见的意思吗？西野さん、久しぶりだ、好久不见。ただいま、영국に去哪里？粉丝很多都是的，哎呀，真的，大家都是很 M。我应该是，基本上是，我小时候是很 S，然后，但我国中的时候变成 M，然后现在都会都有都有，比之前去怎么念？什么很难？对，拍风景就好了。现在变成 L。あ、对、荷蘭。食事しました。你吃什么？零下1度。对，零下负几度。我不知道，应该是一还是二还是三吧。没有到很冷，很冷，这样很冷。我是现在和你娘，所以 M。S 吗？和你娘是 S 吗？啊啦，谢谢，我会讲为什么现在追踪我？你之前没有追踪我吗？我们台中打超级的夏天还慢，40度，很热。之前去我是参加煮酒的时候，最冷只有5度过，还是很冷。之前忘记啊，ひどい、ひどい、ひどい、あほいちゃんひどい、ひどいな、まあいいや。谢谢，不送谢谢，没关系，没关系，现在你追踪我没关系。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追踪我。
没按，但是有看啊，对你有看，哎，好好笑，你出来，去年无人机一直开，太热了吧？台湾太热。谢谢勋哥，人生送我 love love， 你能不能？你没有。没有了，好难过，还有一个小时怎么办？很难过。迪士尼。七，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咪一 ，A K B 48 A， 七五 D B，OK， 嘿，哎大家要追踪我，七，大家。追，等我，追，中，哇，哈多 ，OK， 嗨，还有一个小时，很想睡觉，美丽先去买喝的，可以去吗？大家等你哦，真的吗？IG 有锤了，谢谢你。咖啡会哭吗？这是很点的，哪点？对，美玲十分钟让美玲去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美玲留 ID 就好，台长会变成后面看不到，现在看不到吗？大家看不到吗？大家有看得到吗？大家现在看不到吗？为什么看不到？没关系，我是现在肩膀很爽。ひどい、看不到、泣ける。じゃあもういい、これでいいや。现在、あ、虽然看得到吗？実は青じゃなくて、さっきです。え、嘘、我、对不起、我じゃ、あ、我、这个不是念青いま？抱歉。ごめんなさい。さきちゃん。え、女の子？女の子？女の子だよね。女の子？女の子ですか？男の子だったら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頑張った。ごた。シーメリン、シーワンジョハー。え、完全不一样的意思。不行。主幹他 IG 帳号后面的词都看不到。好、没关系。女生。ありがとう。え、何歳ですか？マリニワセスニソン。ニス、七歳。マイシェファンピンシャン。あのね、我開直播的時候每次都會很爽。因為一次一樣的時代、很累。24歳。え、为什么问号？为什么有问号？疲れた。私疲れちゃった。もう疲れた。24歳。わかって。興奮しひどい。对。そうだよ。ブラックビートひどい。ブラックビートひどい。不知道是不是在问。あ、原来对。我在问你哦，24歳。啊，ねむみさん。みれ、こんばんは。田中さん、天ちゃん、
晩餐好。ね、前髪キモいんだけど。为什么？我不知道，乱讲，乱讲，乱讲。现在美玲在参加节目，有可以说的事情吗？现在没有，因为现在还没有开始活动。对，现在还在准备，应该要你们要等等六月，对，六月以后应该可以讲很多事情，但还不能讲。我以为开始活动了，还没，快了快了快了。可是因为六月要播，所以就让大家看到的，大家第一次看的是六月，所以要等六月。没关系，还有四个月而已，你们知道吗？快结束，已经结束了一月，太快了，我觉得明天就结束2020的感觉。2020明天结束，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怖い怖い。ミニコンでランビンチュンと一緒に座ってる人。ファンさんありがとう。いいえ。いいえです。いいえですって。いいえ。あ、わかったかも。ほんと、わかった。私多分誰かわかるかもしれない。有印象。有印象。希望有投票可以放置到美麗。对。对，如果开始节目的时候很需要大家的帮忙，所以大家帮我一下。だってね、抑郁症的树很多。对，你们也有感觉到吗？我也觉得，我上次前面的一月，我最近前一月三十一，最近嘛，就是上礼拜见到他，然后他很瘦，我觉得他一定会那个在参加节目后会有人气，高一很高的感觉。蛮期待六月开播，我也很开，啊，頑張りますね。握手会前に行くよ。待ってます。でも言ってね名前。怖いから、おばあ、連続。也来说年龄好了，我21岁。为什么现在已经年龄？一定会的，一定会投票给你，谢谢你，一定会帮忙的，谢谢。我快20岁了，你是20岁？被美玲洗面，ひどい一定会多。そう、ひどいブラックビート。お願いします。个性，大概20。对，真的，所以他不是那个50kg， すごいね。可是他努力很多，我不知道。可是有感觉的，期待开播一定先试看。我会多想的，嬉しい。でもね，我真的觉得现在啊，没事啊，应该不难讲。对，没事没事没事，我爸啊，不难不难，快快快。如果我讲，然后就大家知道我会完蛋。不行，不要讲太多。看到这样子，我觉得也来说好了。我是17岁，我今年18岁，很开心。小心，对，要小心一点，好可怕。每天直播，对，因为我还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可是知道吧？可是大家知道什么？知道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知道多少。所以先不要讲好了，要等六月。可是我很期待录音，它很可怕，就我怕自己会坏掉。然后我想要在那边，希望我可以好好表现自己。だってさ、真的那个什么，周りの人，就是一起要比赛的。大家都很可爱，然后很多人会跳，还有他们也粉丝蛮多的，所以很可怕。对，应该
网络上看到的话，日本人也会看看看吗？看得到吗？怕自己会发现，哎，对，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就是精神，精神可能，就是心情会怕吧。知道你跟 Aki 有参加而已。哎，你只有知道我跟 Aki 而已哦，还有三个人哦。ありがとう、来来。在日本看得到吗？那个节目。节目的事情先不要讲吧，因为是别的公司的节目。对，相信你跟易云一定可以的，我会努力。谢谢ノブリン，ノブリン，ノブリンの玫瑰。至少会更多不知道 AKB 的人会看。对，日本那边应该看不到，他大多是他应该也可以。哎，哪一个？哎，怎么看不到吗？嗯，看得到吗？哪一颗？还有三个人，我不知道，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其他人知道吗？哎，所以日本人会网络会有的，因为那是网络的节目吗？嗯，网络在网络上吗？的话，应该在日本也看得到吗？但是说日本那边不会宣传这个节目啊，对，所以我要跟朋友讲，我要跟自己朋友宣传，然后就日本的朋友让我投票一下。没人知道你上次保留是因为没有讲，哎，抱歉，可是应该可以讲吧，不行吗？哎，可以吧，因为已经有那个节目啊，不是，你广告之类的有白道，会有宣传的都是台湾的。用网络的话应该可以，不知道的话可能是我只关心美玲的而已。なるほど。乐高好像只有米雷跟 Aki， 对，因为那时候我跟 Aki 而已。那些画面没有他们不好说啊，不是啊，因为那时候他们是。因为他们也因为他们原本要参加那个汽车会，可是大家都就是有别的工作，所以不会参加而已。然后预告片，对，预告片已经有，对，有拍到，对，所以应该可以讲。节目内容先不能说，对，我也因为还不知道很多事情。一定看到，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讲。没有很多你的画面，所以没有看。对对，只有一点点而已。TTV 里面还有三个人参加吗？对，还有三个人参加。那你们想知道的话，就自己去看预告片。预告片好了，有五个人跳舞的，一点点，但。当我做梦梦到柏林的二级，对对，我，那应该是二级生，对，是代表的意思吗？退，大家自己去看吧，大家自己去看。我那个还打，打算当 produce 48看了，要像感觉会去试，当 produce 看，楽しみ，楽しみ。天中也会看吗？大家会看吗？我记得新闻好像有提到一些，真的吗？写什么？没看，还有一小时，耶、yeah, ！开心开心。三菱電機。哇哇哇哇！又美玲，ヤッホーアイス。
不管什么都好，希望看到梅林三天使，我会努力的，希望不要很快就什么被拉掉，好可怕。谢谢送我桂枝玫瑰，谢谢送我玫瑰，谢谢送我这是什么木什么花，不要配剪光光。頑張ろう、お会いのリッド、無人花、応援の時間だ、フレフレ、ミイレイ、ありがとう、ヨング。已经看到麻友了、再来说是梅林上天使、欸、真的很开心。对、就是现在麻友也很多上天上节目吗？我也有就是这样的机会，很开心，所以我会努力。然后我不要紧张到不会讲中文，这是很可怕的地方。我真的，相信在 TTP 接受的训练会让你的表现越来越好。错了啦。我也就参加这个节目后可以学到很多表演的方式之类的，就是这个节目是我的目标就是吃到我要找自己的位置，自己的美丽，还有让很多人知道我，还有要学表演的方式，此是我的目标。应该是不会了，常常跟我们在直播讲中文了，不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所以我在直播的时候会讲中文，但我在公司的时候现在越来越可以，可是我大概两个月前都不会讲，在公司的时候我不会讲中文，会讲，可是我紧张到讲不出来，对，所以公司人都会觉得我不会讲中文，所以我现在就改变，努力跟公司人讲中文，还有 MC 的时候啊，迷你公的 MC 的时候也多讲中文，然后让公司人知道我会讲中文之类的，如果他。我没有努力的话，有可能是我不会上节目，因为他们觉得我不会讲中文，所以呢，所以，だから我真的这个节目决定的时间的前，就我早就知道自己要改变的地方。所以别考考負ける。あとはチーム的名字是 DD52， 还没开始，但有 IG， 对， DD52 的 IG 有，对，大家可以追踪一下，然后那边有时候会发就是我的照片之类的。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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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今天的发型哪一边看起来好好抹？什么是这里吗？我觉得我头发很漂亮，很好抹，真的，我的头发很好抹，真的。你可以问麻友，麻友抹过我的。多话，刚刚你跟他接到什么了？感觉以后不知做什么，应该是等一下回来去找果果玩可以吗？不行，不行。Hello， 布吉纳卡桑，呀吼，没关系，有进步就可以了。谢谢布吉纳卡桑，继续去。正知道世界直播，他做练习来表现自己。
没关系，逼我说的，好，真的。じゃうぬり、じゃよウロンルホを、多謝しに、先生、見せてもらおうか、変人の力、ありがとう。あのね、ここの番組で変人さを発揮し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変人さを発揮していきます、頑張って。ってことで、頑張りますね。我要交换礼物的影片，你中文讲得很好。哎，那时候也其实很紧张，其实就跟米亚比讲讲话的时候，也我就很不太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就因为我要努力讲，不然我的就是地方会没有，所以就我先让自己想要讲什么，然后。对，我真的那时候其实很紧张，因为其实在 TTP 里面 TTP 里面的成员有些人还不知道我会讲中文，应该是林姐之类的就觉得我不会讲中文，应该吧，可以上节目代表他们看到你的努力了，嬉しいです，頑張りありがとう，小宋妹妹中文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你不要怕讲座，要多讲才学的快。好，什么节目呢？なんか嬉しそう。6月から始まるんですけど、なんかプロデュース48とかわかりますか？そんな感じのやつを台湾でやるっぽくて、で、その番組に TTB のメンバーが5人出るんですけど、その中に出させてもらうことになったので、オーディション番組に。これから多分日本でもね見れるから、始まったらお知らせしますので、よし、もしはい、よければ見てください。あー、先生登場、シャンモーって。而且你们现在要分组练习迷你工，就跟大家聊天哦。对对对对对，そうそうそう。でもね、其实我的西池嘛，有我的好朋友嘛，都是会讲日文，类似小金、阿班、旭，大家都是跟我讲话的时候讲日文比较多，对，所以我要慢慢努力，慢慢换讲中文。なるほど、そうです。強夸張什么夸張什么。テッドさんの書いてる、読めない、書いてない、なんか、欲しい。真的假的、不敢相信。等一下、相信什么、相信什么。不敢相信、我刚刚讲什么。何。真的假的、不敢相信。什么？我刚刚讲很多事情，所以你们的反应是哪一个？相信什么？英姐不知道梅林会啊，是啊，讲中文的吗？英姐不知道梅林会说中文，我记得没有。英姐会知道，因为最近之前跟英姐聊天的时候，全部都讲中文。可是我最近我讲中文，有时候会讲中文的感觉。啊，日本人的呢，我不会说中文。啊，ヤッホーです。美丽明明讲的不错啊，不知道啊，なるほどね，大家这个反应吗？因为我不太会跟大家聊天啊，不是这样说，会讲，但是最近有很多跟同学啊，不是同学，成员讲，但之前是因为我不太会讲中文，所以常常跟聊会讲日文的成员们，所以。就是林姐那边不太会讲啊，不太会聊天，所以她应该不知道吧。然后米亚比讲也是，大概去年的11月的时候嘛，大概这个时候就是跟啊不是11月，可是就去年米亚比讲跟讲话的时候，米亚比讲也就她吓到我会讲中文。
去啊，知道知道，当然同学知道我。我在学校的时候不太会讲日文。覚えてましたか？もちろん覚えてるよ。忘れないですよ。名前独特やしな。応援するしか。ありがとう、ポケナカさん。メリンガンガンションヨーチェン。あ、はい、はい、これね。不敢相信，真也不知道你会讲中文。你可以跟他们说呀，你要多多练习说中文，他们一定会努力帮你的。美丽不要费勇哥了，他根本是早起会想要找一些聊天。假装很美，可以跟柏林学。现在他是那里那里学信学信做糖果。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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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说到直播，最近回去看一件接近日全日文的直播，觉得进步超多。我自己，我现在不敢看之前的直播，好好笑。不会看，哎，可是我有时候会看自己的 long live 的。直播，我听不太懂自己在讲什么，听不太懂，所以，讲话我自己讲话的时候，不知道我的发音是怎么样，可是每次都录音，我讲的中文，然后就再听一次，自己觉得。欸，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还是觉得我的中文怪怪的，所以他家很厉害，听得懂我的中文，厉害哟、哦。啊，是说到讲中文，什么事呀？也这样，我去找思雅聊聊。哎、可以，你可以问问看思雅吧，因为英姐当然知道。我是。所以你跟哈尼娘很常聊，最近不太会，因为最近就练习的时间不一样嘛。啊，可是以后会一样，所以我会，因为哈尼娘是我的第一次的啊，第一个朋友啊，第一个台湾的朋友，知道吗？对。你大姐最近在说自己的日文退步了，为什么？真的吗？应该是说，因为她最近跟我们都会讲中文吧。可是我觉得英姐的日文很蛮厉害的，因为她会翻译我不知道的中文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她日文很厉害哦，我觉得很厉害。每直播的时候，我都会去看。不要看，不要看，丢脸！学歌之前会跟你用日文聊吗？对，高一的时候，对他用日文聊天。对，到高一，对，然后高二开始。我讲日文，然后他讲中文，因为都听得懂嘛，所以，哎，不是，对，然后后来，他讲日文，我讲中文，然后就现在慢慢，全部都是中文，然后有时候会讲日文之类的。看自己的好尴尬，真的好尴尬。不过每天这样，可是我很难过自己的中文不太好。我上次用中文演戏的时候，我自己录下来自己的台词。我在演戏的时候自己录下来，然后后来听自己的演戏的，就念台词的时候嘛。哦，听不懂啊，不是听得懂，可是我觉得发音不太好。なんで？確か TP48 時代はショールームあったのに、なんでチーム TP になってからはランライブになったの？
まずショールームのショールームが海外との契約を切った。だから海外と多分ショールームができなくなったのと、あとショールームの時はなんか前の会社は日本にも結構向けて配信したいって感じだけど、今の会社はどちらかというと台湾の人とか中国の人とか、そのそっち系にね配信したいっていう考えになって、多分そうだから変わっちゃったのかな、確か記憶、私の記憶。そう、しかもねショールームの時は日本人ばっかり来るから、なんかたくさんのメンバーが喋れないメンバーが困ってたみたいなね感じかな。でもショールームの時の方がね、あのねたくさんの人が見てくれるんだよね。梅林七七跟小弟是不是也是因为梅林不会说中文，我去找他们聊。那你们问问看我的中文的印象，我想知道，我还不知道他们觉得我是怎么样。可是这样也是学习的方法，对。可是不敢提，之前上广播歌，我也不敢听自己的声音。对对对，真的真的。아不是인재原来메린在是하네냥そうだよ。だって하네냥第一个朋友。我跟他聊的时候大概讲日文，然后有时候会有时候讲中文。因为柏林很会说星座的事，粉丝都会跟柏林聊。なんで？为什么星座？比如说怎么样的？怪怪的中文没关系，就是你的问题。哎，そう、あの、でも会社の人にも言われたから。まあそうだね。まあいつかは、でもやっぱり目標は女優さんだから、ずっとおかしかったらね、ダメだよね。だから、まあ3年後には変わってるといいな。まあ今はこんな感じでい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けど。之前看一个好像是投票选粉丝名那一次。啊不见了，看一个好像是投票选粉丝名那一那对，然后我结果还没有我的粉丝的名字，因为我。选不到吗？不会选，优柔负担だから。啊，原来哈尼娘才是美人。なんて読むあななんて読むのかわからない。玫瑰，谢谢送红玫瑰。最近，那你是怕是要随你？480是知道吗？只能慢慢进步了。托天子的言语的口音慢慢练。でもさ、なんだっけ、大陆的发音完全不一样。運営会社の考え方の違い、それもある。うん、それとあとはまあショールームがね、今はもうでき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からね。そうそうそう。但是我一开始用ショールーム真的不习惯。对，应该台湾人不太会用吧。钱来去慢了，美玲拜拜，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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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见，谢谢你陪我聊天。因为哈尼娘中文，日本語上手，对他很厉害。天兵的男生很帅啊之类的，不一定大家都帅。说日文都会。会信看日本籍的姐妹端的都会啊，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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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後って三年後に TP 辞めるの？三年半。いや、辞めるかわからないけど、そういうわけじゃない。そういうわけじゃないけど、まあなんかなんだ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かな。とりあえず。5年間は目標かなって感じかな。そういうわけじゃないけど、あ、電気消えちゃった。だから、まあその時の自分の状態を見て、
まあね、だって3年あればさあ、自分のさ中国語もさ何進歩するかなみたいな。あ、是不是？なるほど。読めなかった。現在可以美丽什么？一个让我们来自哎，不要，还是就叫美丽换就好了。没有，现在没有我的粉丝的名词。哎，之后慢慢想吧，先不用。其实大陆的演员很多都是用配音的，美玲不知道。哎，我知道 ，showroom 跟 IG 一样很难被看到，看到留言。嗯，跟 IG 一样很难，有吗？是吗？那种事情慢慢来了，现在考虑这个东西很难过耶。まだ卒業とか考えてないから。そうそうそう。まだ卒業は考えてないですよ。なんか TP って始まった。え、等一下、今天是3月5号嘛、所以今天是我加入啊、我当偶像2年是吗？アイドルになって2年が経ちました。2年が経った今、感想はですね、今日なの？今日なの？是吗？今天吗？是今天吗？还是昨天？我不知道。所以还有一个月啊，还没。啊，是昨天吗？哎，今天是不是2月5号吗？わかんないけど、我不知道。可是是吗？上山さんって両親みたいな逆バージョンみたいなですよね。そうそうそう、正解です。そうですよ。秋の逆バージョンです。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だからね、ずっと日本住みだったの。ずっと日本住み。おやすま、おぶずだ。で、まあ2年が経った今。まあでも私的に、今が始まったって感じ。最近始まった感じ、アイドル。最近始まりましたね、アイドルは。はい。我觉得、我的偶像、あ、已经当偶像两年吗？过两年，过两年，两年了。可是我觉得最近开始偶像的感觉。嗨，ってことで、以后也我会努力。とですね、ショールーム真的很难看到自己的康。只不过有一次拜年。稻草，因为很有名的稲垣香里桑，因为 showroom 是很有名的人，是会播嘛。可是我们是还没有很多粉丝，所以我们都会看到留言。谢谢送我玫瑰，因为之前状态不好吧。因为很少转重围，但是现在不一样，已经是不一样的梅林了，越来越有偶像的感觉了。谢谢你，谢谢。两年之后，再两年之后，再两年，哎，再两年，再两年，再两年的，再两年的，再已经我当演员吧，我不知道，希望可以当演员。そう、あのね、まあ女優さんになりたいから。私は女優さんになりたいの。女優さんになりたいんだ。はい。台湾人は文字入力時に中音を使いますが、小山さんはピンと中音と、ピン使えないの。ピン読めない。中音から習ったから、ピン読めないですね。だから中音で書くけど、でもね、日本語で打てる漢字は日本語で打ってから、打てない漢字は中音で打って、でも中音がわからない漢字は手書きで書くから3個のキーボードを使っていつも打ってます。あのね、日本語で打てる漢字はもうね、日本語で言った方が早い、打つのが早いから。それでやってる。あとね、ピンは、
が日本人はピンインじゃなくて中音習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これは私の意見、これは私の意見ですね。不管是在哪里都会支持下去的，谢谢谢谢。好好笑，美国推都整我去演重疾的前院了，推都不整我去前，不行，美玲要人醒导致是这跟马友一样。哎，可是哎，可是我最近因为最近就是我很努力学，在是一个韩子的注音吗？注音，我在努力学，因为之前都是听学的，所以我会讲，但是我不会打注音。可是最近就写下来不知道的，比如说我的字，我会讲我，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打，但所以不知道怎么打的，我全部都写下来，然后。我最近慢慢可以打出音吗？但还不多，还不多会打的字。可是我觉得最近就会慢慢多，越来越多会打的字。所以，有可能是，如果我今年真的很努力，就继续学这样，继续学。注意的话，有可能是我可以，因为你们知道吗？我打日文超快的。我跟你们说，哎，我有讲过，我打日文的时候不看手机也会打。对，所以应该，如果我真的学到注意的话，我可能可以。注意もなかなか覚えられなくてずっと手書き入力が続いて、そう、私も去年までそれやったんやけど、なんか発音が良くないって言われて、それから注意を頑張って習うようにし、習うっていうか自分で勉強するようにしたら、まあ、自然に頭にその漢字が出るから、でしかもできるだけね、注意で打てるようになりたいなと思って、できるだけ打つようにして、最近はだんだん慣れてきたから手書きが減ってきたかな。自分名前を日本語で打ってたせいで間違えて少々で打ってた。でも私もよくある、私もね、インスタグラムの漢字とか見たらわかると思うけど、日本語で打ってるからたまに漢字違う、漢字が日本の字体になってる。そう、但我还没到厉害哦，所以是会写。我两个都会，我是先学拼音再注意。我拼音不会，我没有学过，所以我不会。对，看不懂。注意もね、難しい。まあ、初め覚えられなかったけど、もう大丈夫かな。我没打中文也很快啊，日文超慢的我。比的英文还慢，我英文也我觉得很快，可是我英文是不是那个电脑的，是那个一样日文的这样的，我可以打很快，可是台湾人打字一定要看手机，不然会打错。对，因为很少很小很小，对，很酷。そう、ね、本当にね、そう、なんとなく違うよね。確かに、もう待って、簡体字と。その簡体字はもう違いすぎる。そう、薄いんだ。スーツ、待って、ゲニフェンカン。なんか、やば、汚っ、画面が汚い。そう、我不知道怎么念。打不开、打。不快哀中、簡体字も読める、読めないです、簡体字読めない。なんか読めるやつもあるけど基本的に読めないです。だって違いすぎませんか、簡体字違いすぎるよね。我想说为什么大家都会、台湾人都看得懂简体字吗？我
对，所以上课的时候，老师有时候会写简体字吗？我真的看不懂，我真的看不懂。对，所以希望不要写简体字。看，啊，すごいね。でも应该很多人大概看得懂吧。因为简体字就是简易版的简体字，所以可以才哎，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蛮多人看不懂的，哎，是吗？可是我同学都看得懂。手書きでメモるとき、日本語の文を中国語の簡体字が、できない、簡体字書けない。なんか変な感じ。私漢字書くの好きだから、だから。反対字の方が好きだけど、でも反対字時々めんどくさいよね。多すぎる書くが。简体字用けど、取材。我觉得美玲看不懂，我看不懂，我真的看不懂。马友是从简体字学的，所以他大概看得懂。可是我完全没有学，所以看不懂。看得懂的代表常常看多看的东西。あのね、あ、そう、我每次都看这种的那个嘛，然后字幕都是简体字嘛，看不懂。啊，可是大概看得懂。大概，因为就意思，大概知道什么意思，所以看得懂。反対字は日本の旧時代に一応、旧時代がわかんない。どんなの感じ？あ、でも、わかんない。ごめんなさい。旧時代、でも、旧時代じゃなくても、結構似てると思う。あの、普通の漢字とね。メリンは中文字学習、反数字文不太一样。中文就是一样。端。以前看、为了看 NMB 的节目才看懂的。あー、なるほど。因为正常的话你就会懂简体字，是吗？这些词很大。Last 三 minutes， 三十 minutes， 我时间过得很快耶。嬉しいです。嬉しいです。嬉しいです。まあね、希望我今年的目标是。すみません。お、びっくりした。よくわかりません。びっくり、びっくり、びっくり。びっくり、びっくり。ちょっとやめてください。シリが発動してしまいました。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トンちゃん、ツーム、ハンサウヨ。トイ、我也觉得、很多ジェンティース。韓国語のハングルはわかりますか？自分は記号に見える。わからない。わからない。私も記号にしか見えない。だってさ、中国語、はさ漢字だから馴染みがあるから大体の意味わかるけど、韓国語も何もわからない。なんかこの前なんかちょっと韓国語もちょっと勉強しよっかなって、あの韓国 K-POP が好きだから、まあちょっと勉強してみようかなと思って、ちょっとハングル勉強したけどわかんなかった。もう諦めた。真的看不懂韓文字。我也觉得看不懂。因为董事长是是中国大陆的。哦，原来美玲刚开始怎么学中文的？刚开始是，我一开始去补习班，然后在补习班的第一课是学注音，对。然后老师都讲中文，对，不会讲日文，然后所以去那边就大概听得懂了，然后。可是我，然后后来我，对，我就要去那个 TB 村吗？所以我没去补习班，然后在那边，だからでも那边就自己学中文，因为那时候汉念娘还有。みんな也是在学日文，然后みんな也是一直学日文，所以我跟みんな一起
一起学，对，我是学中文，然后米娜是学中文，那时候是用补习班的课本还有网络上的，对，可是我那时候就不知道我在学到什么，然后回来台北后去补习班，对，然后弹指之类的，还有文化，还有写那个汉字啊，那你文像吗？文章やって。然后那时候大概看得懂，但不太会讲。可是然后后来去上课啊，高中的上课就是一般的高中，跟同学聊天就会讲中文了。嗨，在日本吗？嗯，在台湾，对。应该在日本的话会学什么会学简体字之类的，所以我那大概在日本的时候完全没有学中文，对，那时候我只会讲那个12345678910之类的，还有讲名字而已，其他都不会，还有你好之类的，很简单的。アイズワンの48メンバーさんって韓国語どうやって習得できたんだろう。え、なんかでも私もそう、それ気になって結構 YouTube とかで調べるけど、多分なんかメンバー同士で教え合ったりとか、あ、そう言ってたのは日本人メンバーが3人いるけど、日本人メンバーの中でも韓国語をできるだけ喋るようにしてるって言ってました。だからやっぱり喋ることが大事なのかな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ね。でも漢字廃止しちゃったんだろうね。確かに。なんでだろう。全部漢字だったらいいのにね。是不会中文？え、什么？所以报名的时候还不会不好。对，我那时候完全不会中文。所以那时候甄选的时候不会讲中文，然后可是要那个要做应变之类的，我很那时候所以全部都讲日文，然后因为。那时候奶奶帮我就是翻译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完全不会讲中文，真的不会讲中文。そう。でもなんか基本的にダンス啊，なんで我讲中文，对不起。可是我会跳舞之类的，所以就是那时候他给三跟我说，就是美玲至少会跳舞，所以就是听不懂也。会跳，所以错没问题之类的。这两年来，美玲中文进步很多，ありがとう，嬉しい。あのね、因为大家的おかげって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现在直播就是全日文的，对。だから、そう。那时候甄选的 Run Live， 我没有讲中文，就来中文的。留言吗？看到中文的留言吗？我讲中文，对不起，我不会讲中文。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粉丝都努力讲日文，努力给我日文的留言。国語一？哼，一。一和你，一二，发音我经常有错。国语一と二って何？国语一と二？一、二、三、四、五。啊，なるほどね。啊，原来如此。啊，国语一和二发音。啊，原来如此。一、二、三、四、五。那美玲会比台湾的六七八，比台湾的六七八九，什么意思？在日本只有在台湾叫小有叫韩地字，哦，所以那边很少，真的很少。TP はと日本の子、確か小山さん以外にもいてね。藤井芽衣ちゃんって子がいるんですけど、その子は元からもう英語ができて、英語がペラペラで、だから、まあ英語でね。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取れるってのもあったけど、でもなんかまゆちゃんは、でもね、まゆちゃんは私より努力家で、
努力家だから、あの前言ってたのは、あまず日本にいる時に、まあ自分で勉強して、こっちに来て、まあなんだっけ、あのしんちゃんが好きでだから、中国語版のクレヨンしんちゃんを見て勉強するのと、あと今はしてないらしいけど、なんか大学1年生の時、去年の一昨年か、一昨年の時は朝単語を50個覚えて、あ違う、夜単語を50個覚えて、朝テストをするっていうのを毎日やってたらしいから、毎日50個新しい単語を覚えれるみたいなやってたらしい。でも私はちょっと勉強が嫌いなので全然できなかったけど全然できないんですけど、そんなことしなかったから、だからまゆちゃんはめっちゃペラペラ今で、しかもあとはまあ中国語のね、あの、あ違う違う、台湾のね、友達とやっぱ話すって言ってたかな。まああのまゆちゃんはもともとその英語を勉強してペラペラになったから、英語のなんか勉強のやり方がわかるみたいな、語学の勉強のやり方がもう身についてるからやりやすかったとは言ってたかな、確か。うん、でも努力家だなと思う、本当に本当に努力家。はいはいはい、但是不会中文、但是至少会表演。え、对对、だから世界の共通言語が日本語になってほしい。日本国民代表滝蓮丹え、滝蓮丹って名前かわいいんだけど、かわいい、何あのなんかかわいいね我那时候就开始看了，我还片看片翻译。嗯，对的吗？所以那时候就没说话，因为来不及。哎，所以你那时候有看我的直播吗？谢谢小白兔送我玫瑰。青木 TV 确实是美玲跟麻友。哎，真的吗？谢谢你。美丽是一生二生的意思吧？什么一生二生？什么？嘿嘿嘿嘿嘿？什么什么什么？谢谢送我礼物。小春日本語、嗯，小春上手。あのね、いや、小春だけじゃないよ。不是小青而已。在 TDP 里面，很多人会讲中文。小春も上手。那美丽也可以学马友。あのね、应该是有自己。奢侈的范式吗？我应该不太奢侈，我应该不太奢侈麻友的范话，我不会继续。然后那个俄式过的我不行嘛，然后对，然后蜡笔小新嘛，我之前有看嘛，可是我听那个蜡笔小新，嗯，我会觉得嗯听日文比较好看。しかも、なんかそう、だから、迷うだファンは、我不太适合。对、迷う聪明超级强。滝蓮丹という名前に、ローライブでもしようかな。え？本当に？するの？じゃこっそり見ようかな。ポケナカさん、なんか何言ったかわからない。なんかすごいバツバツバツになっちゃってる。クロちゃんお久しぶり。有一次你想要写海念大家名词的那次我蹲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ごめんね。ごめんね。ごめんね。我也是看 AKB 的学日文。なんか我觉得学日文比较方便嘛，因为哎不有点这样不好说。可是我觉得日本有很多很好看的节目，就是动漫，还有电视剧，还有バラエティか与バラエティがあるから，就是因为一边看然后一边学日文的感觉。可是台湾就电视的话。很少嘛，所以我都不会写，我都没有说。有一次，哎，そうですね。有啊，那时候就开始了。啊，そうだったの？知らなかったかもしれない。从那时候开始，
认真学的日文，至少现在可以懂一旁的，厉害！すごい，我是蛮有充满超级早。美丽要有自己的风格，对，都两个看直播认识的前言，蛮有美丽。嬉しいです。蛮有充满超级长长，学小新的字充满。马友语言能力太强了，我也觉得看到马友本人超级开心。やめとく、なんで？我觉得美玲有自己的风格，不需要学其他人。哎，为什么？谢谢你。开始玩学中文。哦，なるほど。久しぶり。なんで今まで来なかったの？だって我不会说中文だもん。可愛い。なんか勉強したい感じですか？中国語勉強したい。今どうやって勉強してるの？中文很難学。我也觉得我觉得中文好難。看孩子玩就好了。ワンピース最高。チェームビー台湾好看。这是觉得很无聊。嗯，对不起，我也觉得很无聊。对不起对不起。我最怕学英文，为什么？我也不会学英文。あの、私勉強嫌いだから。请教我中文。OK。そうだな。今何を勉強しました？何勉強したの？まあ知りたいことがあったら言ってくれるといいね。言ってくれると嬉しいです。日本のバラエティ見すぎると変な関西弁になっちゃう。いやいや、関西だけじゃなくない？でも。ね。まあわかるけど。ね。私は博多弁が強いけんね。悲しいね。博多弁可愛いのにさ。まあ、外国の方からすると、まあ、大阪とかの方が有名だから大阪弁習いたいって言うけど、博多弁も可愛いから博多弁も習ってって思う。私の心の声。ずっと可以看见 Netflix 或是 Disney Plus。英文客厅十分钟就发。我也是，我国中的时候学英文嘛，然后都念，嗯，我都是那个。都在睡觉，然后老师念英文单词嘛，然后老师那因为我的老师是去过留学，所以他发音很好，然后可是我那时候不喜欢英文，所以我每次都那个 ice cream。这样念这样的英文吗？我每次都念 ice cream， 然后我常常被老师骂。博多弁を使う、てかね、福岡知らない人が多いの。すごい悲しい。だってさ、我觉得福冈也是，就是跟屯津没有比屯津很大，可是我觉得跟屯津一样，就是很有名的地方。在日本的话。在日本的话很有名，也是很真实的地方，也是日本人觉得很可爱的讲话，是每次都排名的时候第一到第三名一定有福冈讲话。可是对，真的，在日本的时候，福冈是真的很可爱。对，就是应该第一名是京都，对，然后第二名是大阪吗？对，然后第三名是福冈，这样。对，可是台湾人都不知道，台湾人就是喜欢偶像的人是就不一样，可是一般的人都不知道福冈，然后福冈觉得啊，大家觉得福冈，京都可爱哦，我觉得可爱，京都很可爱，
福冈觉啊，福冈，大家都听福冈是哎是哪里，在哪里？然后大家觉得福冈是那个什么没有东西的感觉，田舎みたいな之类的，所以我很难过，因为我17年间都以为福冈是很日很城市的地方，可是大家觉得。大家觉得福，大家都不知道福冈，我很难过。然后陈月梅也是跟网友说，我想学大阪讲，都不会跟我说，不福冈，很难过。啊，悲しい。これ私の心の声ですね。我的心情，我讲心情。之前美玲就还记得一些啊，真的吗？那你今日の多分は日本語。なんで今日の多分は日本語？何なんで今日の多分は日本語？中国語は聞き取り難しすぎる。確かに私も聞き取り難しかったけど、あでもやっぱそれは全部うーんどうなんだろう、やっぱね現地で学ぶのが一番いい、本当に現地で学ぶのが一番いい。でも現地でね学ぶって言ったら難しいですよね。現地で学ぶのが一番いいんだよね、聞き取りは。まあそれか、そうだな、聞き取り、私も未だに聞き取れない中国語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まあ毎日中国語リスニングするって感じで。そう、冒頭弁、その東西くらいす冒頭弁、冒頭ちゃんと最後に、そう、マリアさんす、そう、神奈川県、そう、我觉得我都变脆く、あ、因为我最喜欢 HKT、あ、真的吗？对，因为 AK 喜欢 AKB 的人是觉得，就吃到 HKT， 所以就吃到福冈是怎么样的地方，但一般的台湾人都不知道，学日语会什么香？只要因为有吹偶像这个腿啊，说，我就是觉得京都人怪怪的，好像啊，南西多多哟 ，HKT 知道福冈，说，だから HKT を知ってる方とか、AKB のオタクの方は、ファンの方は知っ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因为日本很奇怪，所以大家都只知道大城市。欸，等一下，福冈也大城市嘛，好吗？あのね、福冈是其实第五名嘛，第五名。可是福冈的人都是觉得我们是第三名，可是其实第三不是第三名，福冈是第五名。对，我觉得蛮城市啊，因为有40几个地方，然后第五。第五名，所以的漫画《博多吉》，博多吉白。啊，でもほら、進撃の巨人とかも福岡です。進撃の巨人も福岡です。はい。我是笨蛋，你是天才。でも聞いて聞いて、私もバカだよ。私もバカだよ。本当に。なんか好きなことは勉強したいから頑張れるけど、めっちゃバカです。はい、勉強できないです。我以前也是不知道福冈，对吧？大家都知道东京跟大阪还是京都而已，对，还是那个沖縄还是北海道。我知道福冈是因为我爸妈喜欢去福冈玩。哦，真的吗？博多通りも豚骨ラーメンしかわからない。なんでそこ？謎。まあそうだね、豚骨ラーメンだよね。知道福冈是。あ、そうそうそう。はい。当然关西也可爱，横浜。我也觉得很可爱。对，我也觉得京都很可爱。福冈应该像。哎，等一下，没有，哪有，哪有？欸，福冈是台北跟台北一样好吗？啊，我知道了，因为福冈有很多地方嘛，然后我住的地方是福冈市，福冈市是像台北一样，对，然后福冈有很多地方，福冈有伊豆島とか，あとはね、筑後とか，就是除了福冈市以外都是像桃園，
桃园之类的。我知道福冈是因为学校教育是学到福冈是整个日本嘛。哎呀，そう、そう、正解です。すごい。知道広島なんで福冈在不向下菜的嘛，在向下吧。福冈人的，因为大家都是去其他地方玩的关系吧，好像很少听别人去福冈嘛。对，所以希望，我希望很多人知道福冈的美丽嘛。嗯，你们说真的？哎，向下是田舎的意思吗？以前也不知道神奈川県。まあ、神奈川県は、神奈川県はでもあれだと思います。神奈川県も基本的に静かなところだけど、東京に行きやすいって感じかな。北海道。そうそうそう。台湾很多人去北九州。对、北九州之类的。不去福冈市。美林对福冈市间。ね、等一下、我今天可以加30分钟吗？杨说：“那你怎么样？鸡是什么意思？因为其实我要开2.5小时。可以，谢谢。因为其实我发现这礼拜一我开1小时吗？可是原本要开1.5小时，然后我忘记。”所以我今天要加快。我刚发现。嗨。すいません。然后刚好有花地嘛。所以可以。是不过。そうなんです。はい。ごめんなさい。違う。待って。まだ続けます。あと30分します。あと30分開きます。寝るの？寝ちゃうの？もうでもそっち11時半だもんね。いいよって。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めんなさい。そう。我真的忘记上次要开1.5小时。白痴白痴。あ、ひみこせ。そう、そうだよ。福冈是有很多历史的地方。我也很喜欢历史。可是我已经忘记了很多事情。我很好想学历史。あと30分なら最後見ます。ありがとう。嬉しいです。Google 看照片、真的很漂亮な福冈市。对吧？然后福冈市有很多美食、然后有好玩的地方、真的像台北市的感觉。そうです。だからね、だから大家福冈市很城市的地方。OK?难怪点汉尼南京经常加班小时以上，真的吗？但是下次要去日本吗？不知道什么时候，没关系，慢慢去吧。卡米，姓吗？有没有？我已经忘记了。日文的汉字怎么念？我找时间来美林的家下福冈看看。好，好像是叫博多塔。我觉得啊，福岡タワーじゃない？不是博多，是福岡タワーでしょ？それはヤフークドームの近くですか？福岡タワーはね、12月のクリスマスのシーズンに行くとすっごく綺麗です。はい、あ、像那个台北101神武天皇、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やすも二面美茶を吃到。失礼ですが、福岡より名古屋が好き。なんで？我没去过。我跟你们说。福冈市有很多美女哦，很多美女，还有很多美男。あのね、福冈市在日本美女美男的
美女美男的地方。そう、本当に。那我想当福冈美男。没事。え、でもクラちゃんね、すごい可愛いよね。いやいやいや、美女。え、怖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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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手に携帯が動いた。太宰府グッド。太宰府はですね、学生さんにおすすめです。学生。学生的人都可以。然后那边的梅干餅。很好吃。え、じゃあな、違う、なんで？だってびっくりする。なんででしょ？だどうせ、あの、SKE48、SKE48 だっけ？名古屋って。好き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か。なおじゃ、ダンフが、ハンドメイ。そう、実際俺は日本人ですよ。ないない。エロミは SNS、そう、私はね、何人、地球人じゃ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いや、地球人ですけど、はい。梅貝餅、梅貝、梅貝、ワンチューロ。梅貝、梅貝、ワンチューロ。そう、あの餅は美味しい。あ、ホイツのあんこ？你们会吃あんこ吗？あんこ。会吃あんこ的人的话很好吃。然后、会吃吗？然后、那我跟你有什么口味？只有あんこ味。あんこです。あんこの中文是、あ、本当？是吗？啊，不是小豆，小豆？かな？本当吗？是吗？そう、あんこじゃないから、あんこで魚やんか。あんこです。で、あのですね、像是、可是我觉得那边的很好吃。然后、真的、梅貝餅、真的很好吃。只有那边买的。啊，不是。只有福冈买的。应该吧。然后、那个、吗？你们可以外带回家啊，不行，可是不行啊。如果有日本的朋友，如果有福冈的朋友的福冈的朋友的话，你们去他的家，然后加上奶油，是奶油吗 ？butter， 奶油，然后 toaster 的 chin 的する ，toaster 的何 ？toaster 的 chin 的した，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です。ちょうどでもいいけど。本当に、本当にと発音似てるよね。ウケる。確かに。本当に。本当に。本当だ。確かに。グメリニーマイ。我已经不在福冈了。对、奶油。对。そう。这样。不就偏成台湾的本当瓶。不是吐司。不是吐司。マチ。我、不是本当。不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记得不一样，对，不是红豆冰。你们可以查查看，看起来应该不一样。我看看红豆冰是怎么样的。我不，紅豆红豆冰是怎么样？我忘记。啊，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啊，是完全不一样。红豆麻糬，对对对，そう梅干餅って言って、红豆麻，そう是这样，对，不是红豆冰，完全不一样，是麻糬。对，那个麻糬很好吃，真的。你们会吃オグラトーストではないですね，是不一样。如果你们会吃红豆啊的话，不是小馒头，是麻糬，你们可以吃看看。梅干餅，梅干餅の見た目は、あ、すごい、こんな、あ、待って。梅貝餅こんな感じ。あ、噛んだと思う。こんな感じだよとか言って、はい、まあこんな感じです。自己查看看。はい、谢谢ソムリュー。はい、そうです、ヤンソン。对、トビメリンツーゴーミーガーマトビ米糕，
是什么？马鸡好吃啊，它也很好吃。那个马鸡是很特别的，去马友家吃是不一样的马鸡，好好吃的感觉，美味しいよ。看起来像马鸡，但是是因为马鸡啊，对。可是马鸡那个外面是カ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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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パリパリカリカリしてて、中はもちもちしてます。ま周りがカリカリしてるの。カリカリしてて美味しいの。だから、如果你们去福冈的话就，やべみやべちゃん劇場いいな。私没去过，我没去过。新之前的日本展好像有卖，啊，真的吗？だって很有名，因为很有名。可是现在有吗？マジじゃないよ。对，就是じゃないよ。然后なにトースターってわかる？トースターで、トースターってあの、就是トースターってわかりますか？トースターの中文是什么？好，チーンってして美味しいです。マヨ说你怕动物？哎，我是啊，对对，我很怕动物啊。可是最近狗吗？小小的狗还。啊，我可以啊，可是我喜欢大猩猩哦，我想养大猩猩，我怕猫咪。然后我之前，对，我之前很可怕的狗，然后我去朋友，国小三年级的时候，我去朋友的家，然后他养一只狗，很小，小的，是我那时候很可怕，然后他跑过来我地方，可是我很可怕，所以我要跑步吗？在环境，然后这里有竹子，然后他来这里嘛，然后很可怕，所以跑步嘛。可是我跑步就会，狗是更快的那个什么，更快跑。看到跑步的东西，他会觉得就是他在玩，所以他一直催我。我一直这样，然后他一直这样，对，跟着我，对，很累，我那时候很累，然后我一直，我很可怕，很可怕，对，很害怕吗？很害怕。这也再有过，现在狗还可以的。我以前大学的时候被狮子，好可怕，好可怕。有没有跟我解释？把马鸡从啊，说，用铁板烧的东西，对，延伸对。ローライブしょっちゅうアプリ固まってしまう。なんで？台湾の配信だからかな。重たいのかな。雨林じゃよ狗。啊，真的吗？可是我还是很可怕大的狗。美玲刚刚将可怕变成美玲，对不起。确实有时会被狗追，压到国外，但是幸好没有被那四只狗咬，那就好。可是我觉得很可怕，好可怕，我真的不喜欢狗。但是幸好没有，耶。那就好。可爱呢，我东西团长说害怕。好。可爱ですね。犬さんは怖いです。犬は怖い。いや怖くない。今は好き。でも我现在很想养狗。我是骑着车，脚什么骑脚什么车配过锤，哥呀很痛，一旦说他车我也被锤过，我小二年级，要的我们还没被锤过。哎，对我呢，我小时候被拖拉的那个啊，老何扭扭嘛，啊，还是啊，不是老何，是，石子嘛，
ライオン、おしっこかけられたことある。我小时候被那个狮子那个尿尿，那你かけられたんだよ尿尿，对，他的尿尿。啊，还是忘记了，我忘记了。哎，我忘记狮子还是老鼠，哪一个忘记了？然后对，尿在脸上，就是身体上。对，我小时候，小时候同去动物园，然后他就。身体上尿，好恶心。对，泰戈，我忘记了，我忘记哪一次。可是我对，好好笑。可是那时候的记忆都忘记了。也被过咬过，其实还是很爱过。也太近了吧？因为动物园吧，动物园啊，因为日本的动物园很多地方是那个这样的嘛。所以看得到，哎，知道吗？在日本啊，福冈市动物园的哎猴子，猴子的地方有写，有写看板があって，那里有写，哎，有可能是啊，搞不好猴子啊被猴子，投げるってなんだっけ？猴子会啊，投げる忘记了。投げるって何ですか？投げる？投げるって何だっけ？あ、ティオ、あ、ティオ大便。要小心。对。好好笑。那边有写。ヤッホー、アイス。ありがとう、アイス、谢谢、送我キスチューチュー。好恐怖，我本来觉得被大象撸到溺死就很恐怖，也是很可怕。不協和音。なんで？いきなりどうした？ね、キモって。讚讚。对，就是福冈市，因为就日本的动物没礼貌。或者第二次起大大便，对。对。やだよね。啊，没有被。配合子条，对没有？不要忘，好好笑。吉米さん ，Hello。那边的猴子也是八家酒，因为你们知道福冈是很多八家酒的地方，所以动物也八家酒。他们的狗狗都会等红绿灯。本流灯。すごい。野良犬が多いよね。台湾って。这边好像很多动物没在里。釣りだ动物園。あ、でもね、でも富士急、富士急だっけ。あそこのすごいよね、動物。僕は嫌だと言ったら、キラキラ、あ、なるほどね。今日は、あ、そう、その名前忘れてた。那有什么台湾的人都不会读红绿灯。ね、暑い。なんか感じを身体ロロド。ミレイちゃん、もしできれば宮城県の狐村、すごく面白い。どんな感じですか？どんな感じ？行ったことないな。因为我没有很多去其他日本的地方，我只有去过大阪、京都，あとは奈良、奈良、还有东京，还有九州的那个九州市，大概也有去过全部啊，除了沖縄以外都去过，之前都没有去过，因为咖啡的关系嘛。可愛いお菓子も見えば。なりゃ。そう。まあ、だから、我想去大阪。でも、我想去北海道。还有、想去沖縄？沖縄行きたいな。
縄行きたい。ね、もう暑いんだけど、暑い、でも寒い。可以跟美玲一起去吗？不行。之前去沖縄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喂，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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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其实日本很时光，能去的地方很多呢。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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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哎，我说我家春熙啊，回去脸子太烫。我应该下礼拜，下下礼拜会吧。干嘛了吗？我不知道。沖縄と台湾って直線距離的には近いイメージ。うん、多分近いと思う。福岡と台湾とか沖縄一番近いのかな。多分近いと思います。寒いんだけど。去京都，我也想去京都。あのね、喜欢京都的，喜欢。嗯。是被爸爸的，很啊。可是我有摸过那个牌子的，因为那个牌子是有幸运的，然后我摸过牌子的。可是那时候我觉得很可爱，但又有点恶心。お腹痛いんだけど。お腹痛い。あと上辺損。お腹痛いです。シワン中間。古いお寺さんに行くのが好きだと。清水寺とかね。清水寺。寒。昨天半夜很美。对对对对。もう疲れちゃった。もう私疲れた。疲れた。可是今天的直播是次礼拜最后的直播，大家对不起。下次是下礼拜。下礼拜哦。嗯，去年我也去到吧。哎呀。啊哈。我去到吧是去 USJ。我觉得 USJ 好玩，比迪士尼好玩很多。有机会想去福冈看看，一定要去，一定要去。悲しいって。でも永久有記得前院。你有很多前院。那你玩了什么？因为玩了什么什么什么事？哎，是 USJ 吗？是吗？去年二月是因为看。八王子前輩だね。ああ、なるほどね。ソロマン。なんよ、5人だけ。いや、多いから。多いから。多いから。いや、多いから。多いから。ディズニーが。ねえ、なんかさ、お脸ほんほん。对，说到去年的名字，哦，すごい。昨日か明日か。ディズニー感觉就是卡通 ，USJ 还可以看到《哈利波特》跟《Spider-Man》。嗯，ディズニー的东西很贵，然后ディズニー很要排队，对。然后 USJ 比较可以玩很多，就是玩的很好玩。那比ディズニー便宜一点点。いつか台湾行ってみたい。中国もいいけど、ウイルスがあるからしばらく。そっか、そうだよね。台湾来てほしい。ていうか、チーム TV の活動に来てほしいです。来てくれたら嬉しいな。いつか来てほしい。とね、日本人のファンはね、か、まあ、一人ね、日本人のファンの人もね、たまに来てくれるんですけど、まだ少ないから来てほしいな。なんか日本人のファンがいると特別な感じがして、私は嬉しいんです。だからいつか TV の活動に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
はい、わかったって可愛いです。此去过迪士尼，很想去约世界。我迪士尼是国小六年级的时候，妈妈超喜欢迪士尼，所以哎，好好，我只有去过一次。USJ 也是第一，只有去过一次而已。没想去 USJ 看《哈利波特》。でもね、すぐ終わるもん、ちっちゃいもん、ちっちゃい。てか、チーム DP ない、チーム名って他のフォーティーグループ違ってなんか独特だね。ん？チーム DP。何のチーム名って他の、確かに、そう、あれですか？ 3 個のやつですか？桜とか、やつですか？確かにね。独特です。独特ですね。しかも、あれ投票で決まったんですけど、なんか投票の、見ましたか？投票の欄に、すっごい変なのがあって、もう本当に変。いや、桜でいいから。いや、桜でいいから。桜でいい。全然桜でいいです。本当に嫌。本当に嫌だから。本当に嫌だから。本当に嫌。本当に嫌。他在是的。我真的不想要。我真的不要。真的不要。很丑的名字。我对马友说握手会的时候，请不要。马友回答说，请让我的，让我。所以你要去我马友吗？所以你然后就，你以后会更多吗？因为已经是 team 了，只好再去名字。チーム TP、チーム T とか、チーム TPP とかでよく、私もそう思う。私もとか、私はそう思ってた。ずっとそう思ってたけど。でもね、変わったみたいです。私もそうだと思ってました。自分でも。まあ、日本人だからね、AKB とか見てたらそう思っちゃうよね。ちなみに私の嫌じゅうと判断って、判断って。いや、畳が嫌なの。ずーぶん連中が畳以上、有点不想。不要，だって畳っていうかね、那地板的感觉。地板，我们是地板吗？やだよ。や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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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です。AKB48 新メッセージさん、いつかそうなるかな。まだ多分別れてないかな。どうなんだろう、なるのかな感じ。そう、だから嫌なの。だから、我觉得、我真的不想要那个名字。有点、怪怪的。我觉得、わさび、还有、刺身、比较好。畳有点。那我觉得、那个、わさび、刺身、抹茶、比较好。还是、わさび、刺身、醤油じゃない？为什么？突然畳吗？吃东西，吃东西，地板。やだよ、やだよ。那也什么名字好？我觉得桜就好。就是我想要普通的名字。会被误会成高小月？对，因为我们是偶像，对，所以偶像的名字变成高小的有点。不行吧，美丽花的团名是决定什么？还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先不要决定好。美丽奇不要他是我称的是，因为要感谢麻友照顾美丽。本当だよ。本当にね、麻友さん私お姉さんですからね。是真的很普通，没关系，普通就好。对，对，普通就好，因为是偶像。不用笑点，笑点吗？是，对，就是偶像。因为我不想在 IG 发文的时候，我们的榻榻米是，今天是我们榻榻米的演唱会，榻榻米的迷你工，我会写日文嘛，然后日本的学者觉得问号。
そう。だからやだ。チーム TP と台湾の良さを日本人の自分に紹介してください。台湾は、でも行ったらわか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まあ、人によるかな、臭いけどね。ちょっと臭いけどね。でも台湾人すごい優しいし、美味しいものがいっぱいあるし、物が安い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し、あと日本人が旅行しやすいかな。そう、あと結構旅行とかで楽しいこといっぱいあるかな。で、あとはチーム TP は私的にチーム TP は美人な子が多いかな。美人が多くて、可愛い子が多くて、面白い子がいっぱいで、しかもほとんどの子が日本語が喋れるし、日本語が読めるから、だから多分みんなのライブ配信、まあ喋れない子もいるけど、ほとんどの子が喋れるから日本人でも馴染みやすいと思います。そう、あのね、とにかく台湾が大好きな、あと私は中国語を聞くのが好きだから、まあ、台湾が好きって感じね。だからね、一回来てほしい。あ、本当に一回来たら台湾の良さが分かると思います。旅行しに来たら分かる。でもね、チーム TP はまだ未熟だから、もし元 AKB のファンの人とか AKB のファンの人からすると、あ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とかはまだまだ足りないと思うけど、みんな頑張ってるので、まあそうだな、まあそういうところが見れるというかそう、てか本当にね、チーム TP はみんな可愛い、可愛い子ばっかりいる。はい、只有 NMV 才需要这种搞笑。そうそう、チームの、なんだろう、团体里面的内容的感觉就可以搞笑吗？可是名字就有点有点不要。はい、あのですね、我的新的キャッチフレーズ嘛，我在想，我是你们的小三。这样好。这是我的キャッチフレーズ。簡単に言うと、ファン的には可愛ければいいんです。可愛くて、だって日本語喋れる、だって外国の子が日本語が喋るって可愛く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それすっごい可愛いなって思うし、本当にあの、そうだな、日本語話せるのもそう、本当にいいところだから馴染みやすいと思います。しかも片言の日本語がね、可愛い。我是你们的小三，大家好，他是小三。じゃあ本命は？え、そう。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三。我的本命的中文是什么？我的本命在哪里？我的本命在哪里？嘿，在这里。然后在这里，然后，嗨，这样。美人が多い。たとえミレイちゃん、違うよ。てか本当に美人とか可愛い子多いと思う。なんか。インジェも可愛いし、リンジェも可愛いし、シャオディも可愛い、ミヤビちゃんも、てかみんな可愛いの、本当に可愛い子ばっか。メイチュコバ。はい、時間到了、イエー、在这里、イエー、チーム SH メンバーの。ワイボーの配信、日本語もね、そう、チーム SH は多分比較的に日本語が喋れる。だってあの、なんだろう、なんだっけ、向こう側は、あの、日本人の人がいないから、今のところ日本人がいないから多分ね、学ぶ人がいないのかなって。だから多分、
そこの面だとチーム TP は日本人に馴染みやすいのかなと思いますね。日本人がいるので変人ですけど。想出来的话，绿色的空间的时候就可以讲了。不是啊，自己想的比较记得。我也觉得，可是工作的时候还不能改 catchphrase， 我每次都忘记 catchphrase， 有点讲害羞那个 catchphrase。所以いないね、そうなんですよ。はい。じゃあ今日の配信終わります。谢谢，谢谢今天大家陪我两个半小时。逆に初代三編。確かに、まあでも、でも確かにいたからね、日本人の AKB の方がね。だから SNH48 顔面偏差値高みですね。高いですよね。私も好きなんだ。我无法做啊。你什么时候能改哟？我也对对。大家晚安晚安，お疲れ様。谢谢大家，今天也陪我聊天。大家下礼拜见，这礼拜要不要忘记？大家好好想我哦。安心く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疲れ様でした。前を介護者をすじょしゃぼら。本当に晚安。谢谢送我礼物。谢谢日期。谢谢谢谢。バイバイ。お疲れ。晚安。下次再见。おやすみレミ。おやすみレミ。哎呀回去的话赶快。就一起回去。バイバイ。バイ。暑い。ありがとう。谢谢送我礼物。おやすみなさい。